好驚啊！咁惡嘅，咁真係嚟嘅。申報咗嘅就會暫緩執行，有人要求政府特赦或者俾錢搞掂都被拒絕。但係原來曾幾何時都試過特赦嘅喎，大埔呢間天台屋就係一個叫做邵國華嘅人所有。2003年屋宇署報佢僭建，佢居然出示到一封1981年大埔李文虎發俾管委會同法團主席嘅信，內容係話1975年新界政務司鍾日傑同鄉議局達成協議。1975年嘅2月27日之前，新界多層大廈嘅天台僭建物可以特赦。最後政府輸咗，你咬死咗佢啦 ，B B， 佢死咗啦。後嚟政府修改政策，如果單條樓梯嘅天台屋有僭建，因為涉及到走火安全，75年前嘅天台屋有特赦都要拆。喺80年代咧，新界僭建物咧係曾經有一次特赦嘅。咁但係特赦完之後，如果你都冇採取一啲修正或者執法，咁其實嗰件事又一路拖落去，又要下一次嘅特赦，又要再下一次嘅特赦，其實要嚟咁樣咧，咁呢個特赦本身係冇。另一宗明線。